中午的早餐啊，我跟你一起吃。我会来不及了。不会啊，现在才7点钟，还早着呢，走路就要20分钟也够了。哦，吃吧。锅里还有啊。嗯，我吃一碗就够了。他现在吃饱了嘛，你再喝个奶嘛，好不好？这好远呢。是啊，马上到了，这不到了吗？只要在机校门就行了。那你自己进去啦。啊，再见。再见，下午来接你啊。好，快进去。拜拜。中医上学去了，现在去市场那边看看有没有菜。香瓜怎么卖啊？3块。3块啊？实在是不知道买什么菜，就买一个茄子算了，家里两个剩菜，还有肉，也有鸡蛋，晚上再说吧，不知道吃什么。顺便拿了个快递，邮政的，邮政的不要钱，这里除了顺丰，邮政的不要钱。以后我买东西，我都会跟卖家商量一下，让他发邮政快递，不行再说，能发尽量发邮政，邮政不要钱，其他的都要钱。是一个收纳盒，以前我在广州的时候就买过2个，后来回来买了2个，他我说要特大号的，送过来的就一点点小，然后那2个我就也放着了，放一点点小东西，再买2个大的，就橘子，装他那些个马克笔。我学着一个人一整天都不示弱，就让我喝醉了。家务都做差不多了，做完了，休息一下。房东也不来找我，我一直坐这里，我老是想着，心里想着还有4000多块钱没给房东，给别人还欠了人家4000多块钱，感觉心里不舒服，好像做的不安心。我这人就希望家里搞得好好的，感觉像没有什么别的事情，不要搞些烦心的事情出来。这样子他房东不来收钱，莫名其妙的坐这里。从头到尾我都没见过他，我都感觉很奇怪，好像住在别人家里，很不安心的感觉。希望他快点来找我吧。